主料：葡萄干蛋糕100克，奶油50克，草莓60克。辅料：油、盐。准备时间：30分钟到1小时。制作时间：30分钟到1小时。将草莓洗净，准备好烤制好的葡萄干蛋糕两片，准备好取一片蛋糕，草莓切块摆放在蛋糕上，奶油准备好，将奶油装入裱花袋，将奶油挤在蛋糕上，将另一片蛋糕放在草莓上，加上几块草莓，在顶部挤上奶油，装盘。烹饪技巧，也可以换其他口味的水果或坚果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 点 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